打三个鸡蛋，两勺巧克力奶昔，两勺巧克力奶昔，一勺蛋白粉，一勺纤维粉，搅拌均匀，把面糊倒入碗中，放入玉米粒，放入鸡食碎，水蒸20分钟。熟了，早上好。衣服怎么是这样子？七夕巧克力奶昔小蛋糕，很好吃，今天做出来很好吃，大家赶紧做起来，嘎嘎香。